刘亦菲好有少女感，穿着碎花裙清新减龄，尽显时尚魅力。刘亦菲1987年8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，影视女演员、歌手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2级表演系本科班。2002年出演《金粉世家》和《天龙八部》，步入演艺圈，简直就是颜值的巅峰了。她也因为颜值收获了一堆粉丝。神仙姐姐不仅戏演得好，而且在时尚方面也是很有成就的。刘亦菲公认的大美女，神仙姐姐的穿搭也是很有时尚感。这样的美女谁会不喜欢呢？首先来看看刘亦菲这组写真照。从照片上可以看到，刘亦菲这一身红色碎花裙打扮很有少女感，真是美呆了。刘亦菲还留着一头微卷的长发，这样的造型真的很有女人魅力了。